Hello， 大家好，我是番茄瑞。今天我们回到哆啦 A 梦童工牧场物语，让我们今天欢迎哎呦，嗨，还有我们的木木，嗨。那我们就继续上一次的进度啦。我刚刚差点按到开始新游戏，再按一次，那个惨叫。反正有存档就可以了。在做什么呢？你们洗过澡了吗？还没。洗了，还没。我是洗了。我的妈！没，问一下，因为我在想说，那等一下还可以干什么？今天依旧是钓鱼天呢。现在我们已经哆啦 A 梦其实不知不觉已经进入到秋季的尾端了耶。哦，有一年了耶。对啊，其实我就是前几天人家有跟我讲，那时候我在开 Twitch 的挂机台，并且挂机台那种就是 没做啥事，所以我也不会放在 YouTube 那边留档嘛。然后我就那时候他们就说，番茄你要不要考虑建播放清单，就是 YouTube 那边的。我就说哦好，然后不建还好，一建我快气死了。怎么了？因为播放清单，然后他们说，那你可不可以在那个影片下方的那个影片介绍也放了一下播放清单的链接？我说哦好，我一弄我觉得好痛苦哦，我一个系列。那个时候那个系列就改了24部影片的游戏内容，虽然你只是打开复制贴上，打开复制贴上，他就觉得我还要等网页跑。我是觉得那个播放清单的内容，他们如果真的要自己去找啊，现在手机不是有一个软体可以播音乐，然后就找那首歌是什么吗？那很好用哎。但因为我们是影片啊。什么意思？没有，他是说我的影片的播放清单。哦，你的影片的播放清单。对啊。就比如说我们哆啦 A 梦系列好了，他们就说，那你可不可以建个哆啦 A 梦播放，就是哆啦 A 梦系列的播放清单？我就说好。然后我建好之后，他就说，那你影片下方你可不可以丢就是这个系列的播放清单的链接？我就说好。为什么啊？啊？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要加这个播放清单的连接？因为如果你是从你建的播放清单连进去的话，他因为不是啊，如果是从我的频道的影片直接连的话，你是找不到其他的播放清单。他不一定会挑出关联的播放清单出来。那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你都建了播放清单了，那这样子在你的频道播放清单不就可以找到那个系列了吗？但是我的播放清单有100多个啊，这么多哦。可是我记得 YouTube 有一个搜寻功能呢，就不知道咯。打字很难是不是？按搜寻很难是不是？就在旁边，这旁边就有一个搜寻。完，完了。看一下。不知道哎，我也觉得。其实用搜寻就好了，不然其实说真的，我很少会看到底下还附播放清单的连接的呢。可能就觉得太麻烦了吧。我来看看，你说我们的后台吗？不过这样子的话，其实进后台编辑。你知道我们的影片现在有1500多部，我知道你的影片量很大。我觉得我们知道，但是真的在弄整理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还蛮痛苦的。因为你没有养成习惯，一弄就把它丢进去啊，你都积了一大堆，然后后来才突然间要一口气整理，当然会变这样。
还好他现在有全选直接加进去的这个功能。嗯，以前要一步步加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是一步一步放进去。告诉我们要养成好习惯。因为我也不会一开始就建播放清单，有的时候我也不觉得这个会变得，就是会变成很长的系列，你知道吗？嗯，因为我做影片，其实我一开始都不会假设我们会变成现在这样。你是说最初一开始弄 YouTube 的时候？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你有持续的在更新，就会变这样。可能不会很大，但是会有一个数量。但是我们殊不知我们量那么多，太低估自己了。问号。我不知道，木木觉得呢？啊？那我刚刚在看东西，怎么发生什么事？没有，没事。准备快1500了耶！哇哦！有部分上来说，真的是我们也是花了蛮长时间的，就是这个量，就代表花了的时间也有几年了吧。有吧？你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大学的时候开始。对啊。所以也有个5-6年了吧？我想。哎，你们知道《还愿》要出实体版吗？不是已经出了？台湾限定。对对对，台湾限定。是黑糖醒了，醒了，然后蜈蚣，黑糖今天是不是醒得比较早？我觉得，刚刚在三层柜上睡觉，然后他发现我在看他，就过来了。原来是感受到了奴才的视线啊！确认过眼神。确认过眼哦，这条我跟你说，这个好漂亮，哇、哦，好大哦！啊，可恶！凤蝶问号，我跟你说，黑糖就是那种，他会在旁边做他自己的事，但他发现你在看他，就会过来的猫，不能对到眼哎、欸，好可怕哦！八加九，对，不能看他，他会过来，18+9吧。可是他过来还好吧，他没有打架。没有打架，他就是过来讨摸。你看，通常的状况是什么？怎样？快屁啊！就来打架了。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开玩笑，开玩笑。三颗星，好感度真难升。这个八节到底要到何年何月何日为止啊？人生是如此的艰难呐、啊，各位。而且钱难赚哦，现实中的钱更难赚哦。我跟你们说，老板昨天赖我了。啊！我以为你没有做哎、欸，我也以为我没有做了。我操！什么状况？这是什么概念？什么状况？是因为疫情过了，开始有人了，这样吗？我不知道。那、啊、你觉得嘞？还要想要做吗？
上吗？我们家老板的德性你们也知道，就那样。对啊，所以是怎样？他就是突然间奶你说，哎、欸，那个最近还好吗？哦，原来是这样。寒暄的意思吗？在下个礼拜有空就要来上班吗？不好意思、啊，我已经太习惯我们 boss 就是明天早上几点你来一下，我们要干嘛干嘛干嘛了。对，明天没有事，没有事那来一下啊。嗯，对。我们家的会是以寒暄作为开始，最近还好吗？哦，还行啊。哦，那最近要回来上班了吗？嗯，这样。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正式把你解雇。哦。我以为我已经被 fire 掉一刀，因为就没笑没洗太久了，我觉得也太久了，你不觉得吗？真的很久哎、欸，所以我才说啊，不是没在做了，所以我也跟你们讲说，我以为我没在做了，对啊，真的太久了，这种感觉就是莫名，就是莫名被消失的感觉，没错，然后就嗯。然后，可是我还没回啦，我先当作我没看到。我在思考我要怎么回他。我觉得你就想一下，你要不要死掉？对。如果你要继续做，就没怎么样啊，你就跟他说好啊，然后什么时候回去啊？那如果你没有要做，你就跟学姐说，就是，哎，你没有要做啊。其实我觉得也没有怎么样啊，职场上面找工作也是这样。对啊，没有，我怕是一时心太软。没有，我觉得，我告诉你，如果老板因为你走，就是像这种状况，然后你跟他说，哎、欸，那个你没有要做了，然后心态崩了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老板不能救了。因为现在的问题是你已经就是这么久没去了，想也知道一般人都会觉得，假设我今天是正式职员的话，那我一定会觉得，哎，那我可能没有要做了，那我说不定我已经找第二份工作啦。嗯，对啊，那你今天临时突然间回来，那讲白了，如果我现在在做第二份工作，那我一定是回绝你啊。啊，不过因为这样子那个心态崩了的话，我会觉得这个老板更久了。因为我也莫名其妙被消失。对啊，你可以莫名其妙把我就是没有消息，然后都没有给我工作，那为什么我不能去找一份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打合约，说我实际做到什么时候，然后在这之前不能走啊。这就是工作上会遇到的状况了，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希望大家不要跟我一样。你是说这样被晾着，还是怎么？不是，我真的觉得，就只是你自己想好，你还不要去做就好了，没有什么好对不起谁的。也没有好对不起谁，我就只是在纠结，就是关于薪水的部分。你是说收入吧？收入。你不是没有要把这个当正职？我没有啊，但是短期内、如果你缺钱，那就去啊。啊！谁工作不是为了钱？如果我今天不去工作，我说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那个环境。哦，你说那个环境不健康吗？我想说，为了钱工作不是天经地义吗？如果我今天不工作就有钱，我他妈干嘛还要工作？我去玩啊！真的，我还是在那边写什么论文啊，开什么玩笑啊？我还不去玩呢、啊。环境不健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思考一下，你现在有没有办法应付啊？如果你没办法，那你就不要去，真的。其实马阿姨在问我说：“那我那个工作，就为什么老板现在都没有找我？”我觉得就明着跟老板讲就好了呗。然后就没有工作啊。对啊。我觉得就明着跟你妈说就好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吧？当然没什么好隐瞒的、啊，只是你知道，就是一个失
时不时会念说，这样钱怎么办呢？对对啊，我会觉得如果那个环境真的那么不健康的话，那你还大不如去找下一份工作。对啦，也是。对啊，可以找新的工作啊，再不济就去手摇饮嘛，多棒啊！当新人员工也可以啊。对啊，是不是员工还是可以过得很快乐啊？对啊，是不是可以过得很快乐啊？搞不好还遇到未来老公，是不是？对啊，看看，人家也有成功找到老公过的啊。为什么他每天都来跟我买东西呢？感觉吗？还有第二春，怎么第二春？说不定可以遇到人生第一春呢、欸，真是好处多多啊！第一春都没有，怎么第二春？讲错了，不好意思。太伤心难过了，第一春都没有，还要找什么第二春？哎、欸，说不定你去了那边之后，桃花朵朵开啊！你确定是桃花吗？还是烂桃花？哎、欸，不好说啊，只要看个人造化哦、啊。天机不可泄露，天机不可泄露，你还算命哎、欸？是不是要给钱啊？汤。完了，我遇到小猴子，可是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他吃。如果你给他石头，他会生气吗？他好像都是收吃的吧。没有食物，然后天色也已晚，刚好也没有摇到任何的石头之类的。对啊，太太，糟了，我没有石头，太啊，没有石头。旁边就稍微敲一下，你还是可以忍得住太太的啦。算了，没事。啊，又到了睡觉的时间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收获如何。看一下哦，不对，应该要看包包。74.8万。可以啦，各位。我有钱啊。太有钱。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样了。OK， 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是番茄 Erry。我们这一集毕竟不用下矿。不用下矿，就是开心。好了，那就这样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是番茄 Erry。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帮我们点个喜欢。还想再看的话，记得订阅一下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有推荐游戏可以在下方留言，那当然希望你可以推荐我们多人游戏或是麦块地图。对，那这个就是下一节内容喽。那各位，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啊，当然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也欢迎抖内支持我们哦。我们之后再见，我是 Ben Jerry， 大家再见，拜拜，拜拜，拜拜。